生活好精彩，全民一起来。阿达，今天的节目是不是充满着这个浓浓的？我觉得我现在身上很有一些书卷气。哦，感觉整个灵魂洗涤了一遍，现在觉得好清爽。哦，我觉得，哎呦呦，殊不知快乐的时光总是过得这么的短暂。是，但是没有关系啊，因为全民一起来，绝对随时随地都提供你最棒的表演。东西都会给你，不管是国乐、西洋，甚至融合在一起都给你们。谢谢今天所有的来宾，谢谢你们，谢谢。再让大家看看他们可爱的模样。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哦，全民一起来，自由发挥。